各位宝贝布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为各位开箱的是 J 凯 DJI Mavic 2 Zoom。现在我为各位开箱。这一台呢，是我在网络上面预定的。看一下，我这次买的是全能套装组。全能套装组，那我们先来开飞机吧。这次我买的是 Zoom， 它有分 Mavic 2 Pro 跟 Zoom， 因为 Zoom 呢它可以变焦，所以我会买 Zoom。 然后这个镜头呢，可以跟 Polo 的镜头互换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。首先呢，这个是飞机，遥控器，电源线没有了。电源线，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它是三个螺旋桨，三个螺旋桨。这个是遥控器的摇杆转接的，跟遥控器匹配的转接的线。电源线
扳机板就是只有这样子。电池呢，它已经安装在上面了，电池它本身就安装在机身的上面了。所以这个 set 呢，就是单机版的。这个是它的包包电池，就是要另外再选购的。我们来开箱套装版的配件。为什么我要买水货呢？不买公司货呢，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直接跟大疆官网大陆那边怎么去接洽，所以我不需要再花钱买 DJI Code。Mamiko 一样，它所有的配件全部都放在这个包包里面。然后它这个袋子呢是防水的，如果下雨的话不怕进水。里面有两颗电池。车用的插座，如果你在车子上面没有电的时候，可以拿来使用。然后这是背带，这个呢是那个电池，可以当行动电源使用的转接头。然后里面还有备用的夹，所以我会装的话，我应该就是这样子装。好，今天就是我买 DJI Mavic 2 Run 的开箱。它比 Mavic Air 还要小声，今天呢，我们首飞 DJI Mavic 2 Run， 我现在人在高屏大桥的旁边，
还没的话，按这里，按这里。如果已经订阅的话，请在下面按个赞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